石头人，我哪就在这里了？哎，有人开始遥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我将用鲜血的海洋淹没他们！兄弟们，帮主播凑一下那个福星挑战的小人数吧，一人0.1鱼刺就行了啊。这有剩余鱼刺可以帮主播凑一凑啊，凑一凑，一人送一个就行，不要送毒了。点点你的小手。啊，可以帮主播完成一个小任务。全军出击！明宝现在打消耗强的石头酒桶，复系可以把欢心换成杀小兵回血那个，脆皮回复那个比复苏之风好用啊，我知道。猛男冲击四没什么用啊，这把剑圣不来帮忙解，现在难度很大，没事，慢慢速伤就行了，慢慢推过去。慢慢推过去就好了。上线先 A3 刀 ，OK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，只需要等，等小兵残血 A 就行。猛然冲击主要是太厉害了，这符文。我不能死去，除非所有生命终结。First blood。我要把你这肮脏的敌人砍断肩膀。搞定，回家。这里就不用太管了，他不是传送石头的。慢二速三，回家买一个萃取。我感觉前面也不用太需要跟他耗了，买多兰剑就行，因为不会太长的对线。我的站着吃我三段 Q 了，真的有这么夸张？这先是回推人，不要动他，回推线啊，回推线，走啦。走得掉吗？这些能走吗？啊，你也知道走不了对吧？套个点火有什么用？被套路了吧？他在思考这个兵线怎么样才能回来，他开始思考。他开始冥想，你知道什么是冥想？冥想就是智慧，懂吧？思考，你蹲不到他的呀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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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你蹲不到的，你蹲不到的。他不但他非但蹲不到，而且他一直在这边站着会吃我经验，你知道吧？冰扛的真的有点痛，不过还好，因为我是亚托克斯，兵线被控一下无所谓的。他这已经玩不了了，一躲一下会行，但是。
给他吧，我有赏金符文无所谓。聪明莫非对，应该是拦不住他的，应该到了。不拉回来。以前是可以拉回来的。你觉得拿捏我了吗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没事，这点燃伤害不够的，我把线推进去了。这就没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来，和我战斗。这个 W 如果没插到我，感觉有戏。但是赵信六级不好说。难搞哦。还得是赵信，死吞知道打野来，不过这血量确实有点 不太尊重、啊、多少有点不太尊重。我操，我得补刀，一波兵补了三四个，。这不发生击杀的话，破罗是结的比他们快的。我操，抓人这么爆的，27刀的石头人，还不如找人抓。还行，石头人的，这里应该有，把这波线吃完，钱刚好够，死不死就无所谓，但是这个是肯定够的。Enemy killing spree.不走，不走，你没机会走。就他这个 A 下我渡城的这个行为，他虽然没 A 掉，但是他已经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回家，他推了线没第一时间回家，会导致什么后果？就是上单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其实上单回家的时机也是对线的一环。如果你回不了家，你身上就一辈子是这个装备了，就会像这样子。
回家的时机很重要。我靠，谢谢一的攻速鞋啊！谢谢一送的攻速鞋啊！谢谢我的一。你不要抢我东西吃吧。攻速鞋，这武术鞋要穿我吗？人我攻过去了，命运在等待。不行，不能过去，有点危险。哇操，又是石头人，718 AP 伤害确实高，没什么魔抗。 Enemy killing 石头人，坏了，这死的太难受了。这把感觉得出水银鞋，水银鞋，然后先两把长剑，先看一下能不能变。怎么了？那不是武术鞋吗？哦，谢谢你的武术鞋。看到鞋就晓得攻速鞋。外面空调也没有关上啊，客厅空调都不开。我以为是外面的空调。那也不是我开的。但是看到门也开了，还有后面跑到我这里。我是关上的，但我不知道那门怎么开的。OK， 他自己开的。这真不知道哎，要么就是那个门关了，但好像没关。如关。我是拉了一下往后那个的呀，真的。OK。真的。OK。好喝吗？嗯。好喝吗？墨菲特是什么意思？墨菲特就是墨菲特，墨菲特还有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造型石头人会一直连体，你太懂青铜人这种心态了。哎呦，剑圣开卡了。坏了，好像追不到，很尴尬的。他为啥要送他？我也不知道，你问一下。你阻止我呀！你不要撞过来吧！我操，还真撞过来，夸张哦！斜角 Q 二可以增大剑锋的面积。什么叫做增大？他那个应该是让击飞的判定更广，可能说是什么吧。面积只是固定的吧，距离什么的，斜角可能会改变一下。赵信看到我把他的红偷了，很生气，来捅一下这石头人飞过来。怎么还有个狐狸呀、啊？哇操！这愣头青太克制我了。完了，愣头青极度克制你，明哥。这把感觉可以出个亵渎好了，太久没出了，出了关系。怎么你们都那么喜欢推这个塔？塔又不值钱。我受不了了，阿里。对，赵云团消失。哦哟，这么爆呀！到了，太远了。
他们不管兵线，不管资源，就是上来干你。那跟大师局也差不多嘛，大师局也是不管兵线，资源也不管。你不要看他们是控种嘛，要真管资源，还真不会打那么频繁。这个眼要不要拆呢？为什么？拆不拆都无所谓。后期都是我的玩具，不一定。他们有个火男，火男你懂我意思吗？老的。暴击的吗？刚才这卡特没啥 ，Q 三下来就杀了。海妖金克斯这把还真不太好赢，主播说真不太好。直接开几炮。我们这样买吧，搞点遗书什么。那其实也可以不出条件，但是这样子买会有点脆。纯穿甲，第三件竞技时机，这样的话这四十多穿甲其实也可以，跟之前买的那个是一样的。干嘛呢？我操，看到兵线就吃了，神经吗？鲁幽梦现在不太适合，像幽梦好像刺客都不怎么出，就男刀这种会出一出，出红穿，穿甲多了还是可以做冰刀的，就是你固穿多了的话，冰刀也是可以出。嗯？又开始了，真的假的？干嘛都要投降？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不上我就得死，赵信怎么样？伤害还是高，我被魅惑到了，这就没什么办法，而且主要点火，石头的点火，哦没有，那是之前的，哇，被魅惑了，是的，被魅惑了，这么容易，什么意思？买影魔刀好一点，对面有老大，买影魔刀吧。小全能吸血，我还以为这波会被阿卡特的火箭直接做掉，有可能，如果离得太近的话，确实会被炸死。当着你面TP。狐狸是真的烦这东西。
屏保打完这把，帮我把头像弄上。我们第一还想作为一个人。赵信捅的确实，他这个三项加这个一下两下我都快顶不住了，这时候就来一个什么，可以来一个十一。引魔刀这个盾有点吓人，是挺吓人的。点火点到，从现在开始到时间的尽头，我将杀你。我打这么激烈，阿里买了个杀人书，有钱。算了，走吧。赵信这么脆，他重塑出位，当然脆。十五，这样双抗就很不错了，五百的攻击力，这个打完的话能到540-500，还到不了540。他们三条人，大龙 buff 就加这么一点，这太垃圾了。开大应该能有700。真的有这么难打到别人？我操，这也太痛了！赵信有真实伤害吗？装备的真实伤害？赵信的装备有真实伤害吗？嗯？赵信装备有真实伤害吗？我想问一问。真伤是15流血哦，我的15，懂了懂了，我忘了这个东西，抱歉，太久不出了。呵呵，赵信的弹刀是吧？弹刀有真实伤害，确实。我就快结束了，切一下结束吧。哇，这把我死了7次，还死蛮多的。结束哩，想捞大的复仇。还行，全4，千一不倒打3000，这符文夸张了。
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波关注。这盾是挺厚的，1000多吧，我记得是。他触发有1000多，开大的话更多。